今晚有个 event 嘅，有个系嗰日系5月5号，系呢啲龙节啊。因为佢有个仪式系放，佢叫啲放生啊，放生啲锦鲤嗰啲金鱼啊，咁样即系个象征就代表嗰个细路就可以快高长大咁样。咁咧佢净砌咗条好长嗰啲。嗰啲流水梯，啲人咧成见到就系咁讲话咩？哪吒嗦面咯，哎，真系好似哪吒嗦面嗰啲流水面咧，一条好长嘅梯咁。系咪儿童节生日？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大家生日快乐！啊，跟住有个阿叔喺度，类似嗰啲啊啲拜神仪式啊，类似咁样摇。冻死系咩？方长寿。冇晒。頑張你！好特别，好真系好少见呢啲祭典啊之类。啊，呢、這个系同人剪嘅呢、這个，好似都系5月5号。最衰冇入边影 cosplay 啊！我见到日本即系入边唐人街都有人 cosplay，cos 到好靓。你睇我 TV，阴阳师定神官系嘛？好似我唔识嗰啲喎，但系嗰啲系咪动画嚟啊？嗰啲叫咩阴阳师啊？嗱，不过你买咗 game 咯，成日冇黄豆两粒，呢、這个系呢、這个系元叔嗰个叫乜鬼？刺猬咖啡，跟住入边有水奶嘅，几得意，翡翠，好得意啲声会 B B 叫嘅，跟住玩刺猬咯，好夹嘅嗰啲毛。我呢只兔仔劲大只，成只狗啊！咩啦西？超成只狗咁，好夸张嘅只兔仔，变种啊！啲松鼠嚟嘅，呢个系哦食蟹，呢食蟹都系直货啊！食蟹蟹道乐，好多款食法嘅蟹道乐，唔知有沙司鱼啦，嗰啲蟹脚，跟住有炸蟹脚，跟住仲有呢个铁板烧啊，系龙猫，嗰只系咪松鼠定龙猫啊？咩啊？透噶啲蟹，好得意系啊！我阴阳师啊，而家我仲好多，日本系神道教嚟噶，系好犀。呢个你冇 feel 咧？嗱，劲靓呢个拍戏，即系拍戏影相一流呢度，劲一片花海，蓝色花。跟住風水佬，阴阳师，呢个系一啲中小学生表演嚟嘅。我一日去咗咁多地方啊，夸张。跟住去完呢度啦，先去完睇花，跟住又翻返嚟。我翻嚟有佢有个烧肉节，有之前咪开头又见到有个台场啦，佢有个烧肉节咁样嘅嘢。呢个活动几包容啊！呢个人唱歌咧，跟住见到喺后边好多啲，呢个人系类似
即系反映啲食俗嗰啲人士嚟嘅咁样。但系呢个场地，呢个场地门口度摆呢啲咁嘅嘢，好似有啲倒米咁样。你将佢宣扬，叫人哋唔好食肉啊，又好唔人道啊，杀动物啊之类咁样。啊，前面就呢个热锅烧肉节，跟住佢全部都啲点样屠宰啲动物啊咁样，动物都有权利咁样之类。日王之，因为嗰三件神器。都系道教，我记得以前有一套种子任务嘅，跟住种子任务有个粒嘢，嗰粒嘢同嗰个日王接埋嗰嚿嘢好相似。包肉啊！我啦啦都系咁样，呢度要买飞啊，所以我都唔系食咗好多。佢一系就买飞，一系就要用电话俾钱，即系类似支付宝嗰啲，但系唔系支付宝，但系佢自己国内专用嗰啲唔知咩 apps 俾钱嘅。咁我冇嗰啲 apps 咧，我要买飞咯。咁买飞我惊即系买得多。打多用唔晒又嘥咁啊，所以我买咗2张咁。佢啲入边咧，每一碟都700 yen 到嘅，我买咗2张1400 yen。啲食肉都好快滞嘅啲都。跟住呢个系哦鬼路村，鬼路村吊桥啊，我记得呢度，好多人惊鬼路村，因为行咗去就咁摇嗰度。啊，几靓嗰个景啊！跟住系阿斯卡加 Park 嘅伊藤，好似提子咁咧，睇落去几似唔似提子？又得哦，花衣得人，得人惊啲啊！好正嗰个，成条桥都白色，好浪漫啊！呢个系，我记得系去呢个池袋防灾馆啊。之前好似我讲过，我要去呢度感受一下地震嘅，有个咁嘅体验啊！都几好噶，呢、這个教你点用，教你点急救啦，教你点用灭火筒啦，同埋有啲即系体验你浓烟之下点样逃出房间啊之类咁样。我就呢个，我睇下啲香港宿舍成地竹签，哦系啊，好干净啊你。仲有啲通常你喺嗰个店铺食啫，喺嗰个店铺买嘢，要喺嗰个店铺食晒先。即系你唔可以好似香港一路行一路食咯，因为你揸住个垃圾唔知点搞。灭火筒喺个三梯唔系，你埋去又得。哦，系啊，佢好似唔系佢呢度，佢俾个 display 嗰度有2种，一种系水，一种系粉剂啊。我唔知佢有冇普制嗰只猫咖啡，好得意啊！可以玩波波同我，有系啊，我中意啊，好得意啊！啊！呢、這个新开个呢、這个3月，我同日本人倾偈，佢哋都唔知有间嘅新开嘅咖啡啦，小mini pack 咖啡小猪，通常就哇你都识嘢要劲喎，系啊水
干粉，啲干粉最多人用嘅干粉，因为所有火灶咁啊，电火、油、有嗰啲油啊，产生出嚟嘅火同埋纸啊、木啊都够用啊。最多人用火，用呢个粉剂。冇去呢部咖啡啊！唔系，头先去防灾馆度喎，即系佢有个教学嘛，教点用嗰啲灭火筒。冇，佢同只猪，你撩只猪玩下咯。佢啲毛啊，即系佢会主动入，即系佢都几好嘅。啲职员系会。一见你只猪唔埋你身咧，就会即系引只猪，你去埋你身度坐上去咁样，即系等只猪，我哋可以同只猪亲近，影下相啊，咁样摸下佢，好硬嗰啲毛啊，同埋好好笑，佢唔知做乜系咁顶个箍上嚟啊，我唔知而家佢做乜嘢，佢谂咩事，佢咁做好 Q 啊！我要去食猪扒扒，佢耳仔好似唔伤咗，贴咗胶布。叫声我突然，你个曲令你全部咩全部肌肉啊？系啊，嘟嘟嘟嘟嘟，嘟嘟嘟嘟嘟，系用鼻去。白泥搵嘢食，哦，佢本能动作嚟啊！哦，好似佢个鼻好痕，系去你交唔到个鼻，所以搵嘢磨个鼻。跟住佢系咁撞个枯水，要 咖啡。呢个嗅觉好强嘅，我呢嚿嘢好靓啊！纯粹影低嘅，呢只眼镜铺嚟嘅，好科幻呢个嘢。记得有冇狗咁强啊？我呢个系神田鸡啊！点解佢仲有个台桥嘅？应该个台桥仪式个冇时间睇唔晒。秋叶原嘅神田祭啊，有眼镜啊！喂，而家香港都开咗间，即系咪日本分店落嚟香港啊？嗰一间日式嘅眼镜铺啊，你讲唔知叫咩？日本眼镜，日本镜框可以掟过嚟香港啊？好啦。你特登过去，应该香港都有分店。我依家影唔到啊，因为我想影呢嗰两只白咖啡喺度打 K 轮嘅喺度，影唔啱。我见两只白咖啡端咗落去，又唔知啲喺度打 K 轮定咩啊？好啦，哦，睇晒。啊，呢个好似班多呢嗰个嚟喎，班多呢个女仔嚟啊。军士服，哎呀，我唔记得买 cos，哎呀，我唔记得买呢个 T 恤啊，呢个令和 T 恤，我是帝王，亚历洛卡，我睇先睇睇边度有呢句，不良少女。啊，系啊，叫番长啊！嗰只 game 个 game 叫咩咩番长，我记得玩过。MK 妹冇留意喎、啊，败笔者先啱你。佢叫水手服担住，嗰啲 M 嗰啲话嗰啲不良少女啊，条裙好长啊。哦，呢、这个第一日 OK 啊，呢、这个。光光加尼啊，
金刚咖喱，好中意日本啲咖喱喎，咖，因为佢特别香啊，日本啲咖喱香，有啲少少辣啊，即系又唔系辣到飙晒汗啊，但系有辣得有少少甜咁样咯，啲咖喱，好中意食嘅日本咖喱。啊，同埋啊，系啊，而家我见嗰边都攞到啲咩珍珠奶茶呢？啲日本人一兴，一开到成个城市，好中意饮啲珍珠奶茶呢。点贵啊？300，我差唔多香港，我香港，翻到呢啊！好多年前有节目讲过专讲咖喱，之前话唔知咩边个 AV 男优研发一个屎味咖喱，即系整个马桶仔去装嗰啲咖喱。讲到日本咖喱，其实日本俾日本人多年自调口味到呢。咖喱唔算系同一样嘅嘢嚟嘅，系一种少少咖喱香嘅酱汁啊，叫甜咖喱啊，呢叫甜嘅原因，好似话因为整到细路仔都容易入口，系好味嘅。不过呢，就冇咗其他东南亚国家咖喱嗰个特别香味。哦，我哋系咯，好多人都中意食日本咖喱，最中意系易入口，唔会太辣。翻到呢，咦？今次特别见到多啲啲中文啲中国啲料理厨房嘅啲店铺。系我瞓咗，诶，35岁我之神，你话天乌黑噶班生，天乌黑噶，35岁我之神，こんにちは，お久しぶりです。同 Marvel 电影一样，行大路搞笑风，马来咖喱、印度、新加坡有几种嘅？你咖喱当中嘅香草味咧，系独特而强烈嘅香味。马虎阴功俾一滴屎味，我以为你想剧透咧，我帮你睇晒啦吓，惊惊喎！啊，我仲未去。冇去 KFC 度食啊！我一啲试下日本嘅 KFC，我哋试下麦当劳。我 日本咧就嗌咗个猪油汉堡餐，但好食嗰细细个个包。超贵啊！但佢个包皮系唔同噶。我香港啲包皮系好，即系好硬身嗰只噶嘛，即系表面鞋湿湿嗰只。但系佢呢只好特别，佢包皮系好似类似热汤饼咁嘅感觉食落去，490 yen。我一转咯呢个，即系我即系可以拣，佢可以拣其他嘢。我拣咗呢个苹果批，好食。好易入口嗰个包皮，你成个麦当劳忍咗嚟，麦当劳打手嘅 Bossburger，咩偷影男，咩偷影男咯，男咩啊？你睇下，牛蛋块肉，男包皮，呢个系好腍嘅呢个包皮。个包好正，包正啲香港人个包，香港包咧就好难食，
要知嘅香港人仲做啊，麦记嘅佛心。诶，好多乜黐线佬啊，我都唔见你喎。你哇，你哇，系啊，好多都系加趸噶嘛，香港啲包，一个包皮啊，好多都系加出自加趸，电话费都贵过，去完啦，我唔舍得啊，最后都要，唉，翻嚟呢个咁狭窄嘅香港，又多人又细，一言康江仲系好嘢。我去旅行咧，啲日本人问我话，即系如果去香港有咩手信咧？大家谂唔谂到有咩手信可以推荐俾日本人啊？我真系谂咗好耐，谂唔到。咁呢啲系香港嘅而家制嘅手信啊，有咩可以值得推荐俾日本人去买嘅嘢？几时再去？冇咁快啦，一。知啊，睇下，除非有啲特别嘢想睇啦，譬如 concert 啊啲，应该都冇咁快啦。嫁过去，我唔系去做肉便器，好想港女，从 M 记转咗金拱门之后就冇食 M 记，M K 妹咖喱鱼蛋冇得带走啊！即系日本就买手信嘅易啊！你调翻转，你问我香港有咩手信推荐俾游客，我真系唔知。猪肉干嗰啲啊，优质良品嘅，即系俾人问起啊！嗰个日本人问我有咩香港有咩玩？呢两个问题已经唔识答。有嘢玩嘅香港得两个主题乐园咯，计埋咩昂坪360咯。咁叫人哋嚟呢度 shopping 哦，去行呢个万宁屈臣氏咩百佳啊，跟住行纸巾、脂肪啫。其实边有手信香港冇晒啊？系啊，香港全部都系，你见香港都买日本嘢，全部输入嘅嗰啲嘢。以前都系带啲牛奶糖。喺白兔糖做冇而家，香港边度有卖白兔糖？好似冇晒白兔糖、椰子糖。你咁嘅，我得嘅，你咁嘅，都算自家仔啊！你啊，唔系，都系你自家仔。咁蛋卷嗰啲啊嘛，加等杂饼咯、啊。旧装就而家啊，拉唔系啊？八珍做酱油厂，白兔汤芝拿啊，牛奶糖啊，乌桔糖，我搵你睇，冬瓜软糖都系香港制造嘅，啊，仲有 cos 10个包。唔知今次系特别见得多呢中国餐厅喺日本噶啦，维他奶，亦多开啲维他奶嗰啲咯，我都得嘅，本地都系，翻港女，有一个家产嘅少女，佢又港女格，椰子糖搬咗大陆之后俾大陆佬搞掂，高登香港仔做。你咪介绍个日本茶上高登，我要白色个虾膏啊！我谂就虾膏啊，蛋卷嗰啲咯，饼嗰啲咯。端午节蛋卷啊！唔知细个食嗰只乜鬼啊？细个食嗰只咪个铁罐嗰个乜鬼嘅牌子有冇留意啊？其他而家大陆都好卖得好行，老婆饼
啊，老婆饼啊，元朗啊。丰叔饭店，咦平，我见啲日式料理咧喺日本度，咁样成个 set 咁样，通常喺日本食嘢，你好少见到1000 yen 以下嘅嘢，系咪首都东京嗰度咧，通常1000 yen 以上价钱。啊！佛地魔，职责所在揾唔到佢，我啊佢讲嘢，啊佛地魔，方丈同我一劫，佢老尾水份多到，好搏一搏，但系真系咁玩啊，真真薯片都好难食过真真薯片。好食嘅，细个又好食，细个仲系 OK 嘅。细个因为细个嗰时嗰啲薯片牌子唔系好多嘅，佢嗰时最出名系珍珍，跟住仲有只茄汁味薯片嗰只。我印象细个得三只啫，牛仔片你讲咗，牛仔片啦，珍珍同埋嗰个嘅茄汁味嗰只啦。咦，茄汁味嗰只仲有？原材料都出事？啊，头先我喺嗰个神社系一睇就睇嗰个嗰条鱼有碌落去嗰个色啊，有虾酥。叉烧，啊，仲有啲饭焦，嗰啲系咪饭焦啊？一块块嗰啲咧，嗰啲系咪入香港自家制？我咁梗系啦，小学生都系中意食嗰啲嘢啦，系嗰啲健康嗰啲垃圾食物。睇你两个大啷啷，龟虎天神乜事？奇尼泰纳西那多啊！我做咩劲咗咁多？打日文嘅，ng 几下咯？我踩紧嗰个喇叭梳咩？嗰条梯，阿算，我可多加麻吉得，因为佢哋健康成长而祈祷啊，去放生呢、這个，我要俾钱添啊！放生嘅金鱼，啊，跟住睇，啊，去呢个乜鬼嘢啊？我搞错咗之后去呢、這个，我想去同人知啊，嗰、那个咩 course day 嚟咯，两粒咩嚟嘅？唔知啲蟹肉棒啊？头先喺个神社佢嗰啲地摊度有啲嘢食俾你买噶，几钱啊？唔记得咗啦，可以500 yen 啊，记得系500 yen 啊，买两碌。你呢个排骨乜鬼嘢啊？可以？
东方 project 嗰啲嘢嘅，国内神社礼大祭。右边啊，呢、这个即系童人字。嗡嗡嗡！我啲新宿，哎，都有啲乜鬼嘢咯？喺令和年特别多推出嗰啲商品啊，打正起令和。可以啊，天气20多度，日头但温差好大，日头20几度，跟住夜晚又跌翻去10几度啊。Office day 啊，Lisa，こんにちは，お久しぶり。天王黑客万岁！等我翻嚟啊！系啊，好耐都好耐冇见你，Mr. 过得几好啊？一系，知你形容一出有啲系演出嘅，难玩嘅。我记得嗰次喺黄金周咧，度度都排队。呢个炒雪糕嚟啊！啊！炒雪糕嚟啊！卡超，仲有，Fucking TV 嘅 3D，我画画嘅呢个，系啊，又有人咯，唔知排乜鬼，食 pancake 嘅，又系有人龙嘅。嗰啲台式饮料都系有人咯，又系台式饮料，而家少咗好多。之前我听 friend 讲咧，嗰啲刺猬咖啡咧系超多人排队啊，用 iOS 定 Android，Explore 原载咁 download save 咗做 ASS，要外出。基本上现代 OS 都用 Linux 啦、Windows 啦、Mac 啦、Android、iOS。Android 呢个年代用 Banking Apps 稳稳阵，好偏门噶，哇！好专业嗰啲。Android 冇病毒，安全性方面呢？你来啊！哇，好大毒，好大毒 K 啊！系啊，嗰啲动物咧，边喂佢就边喂佢食嘢，边屙嘢啊！我觉得大陆 OS 真系得 Windows 会有做任何嘢都出事情况，我都。Android 都有用银行 Apps 啊，犀利啊！咁睇落越狗啊，你呢只劲大只兔仔啊，八百，啲特色饮料八百，我呢个想排嘅呢个其他限定。系咩啊？lunchy 阿姆多巧克力多布拉佩奇啊，期间限定。我、哦、又系劲多人，黄金周边度有雪好日本妹啊？呢层头先咪睇咗啦，头先咪有个咩？个咩啦？西个 show 嗰度大把女俾你睇啦，先。好电脑其实 Android、iOS 好分别。卵仔嘅，你边度睇出嚟仔啊？
先波设计唔影响安全，有部加力士啊，全部都系以令我打，即系打我商品嘅贩卖战，令我馒头，令我章鱼丸。啊！呢啲真系真正嘅章鱼丸、章鱼烧啊！有一个真系有咁大粒嘅章鱼喺入边啊！香港啲得嗰啲菜啊，啲生菜啊，粟米粒入边。系啊，大好多嗰粒嘢。好肚饿啊！因为 Windows 系统系 Linux，电脑系统系电脑系统 Linux，Windows Mac 算系咩？UNIX 中派嘅黄色嗰啲，可能会食几钱？几钱啊？嗰呢嚿嘢210 yen，头先嗰个唔记得几钱哦，冇影到呢。唔知400零500 yen 啊，煙燻哥啊，唉，整嚟食先。你有嗰个架撑咩？系咪好似有啲字噶？好似有啲直头系家用式嗰啲，整啲章鱼丸噶，家用式嘅。你有嗰个架撑都系自己整啊？Unix 啊，OS 嘅 sandbox 设计其实系。多余啊！你班多利嘅卡啊，班多利，我都诶，点解我系咁多次抽鱼丸嘅？好多旅游卡，呢间有劲多分店喎，呢间 Homebase 劲多。周围都系佢啲分店，呢个咩 game 啊？唔知咩 Wi-Fi station，索佢啊，索，佢即系将所有问题限制喺 Apps 入边。而家嘅电脑攻击一般唔使用全套。全系统级嘅攻击，你需要用某个功能，充系统就得。电话器个，吓呢？我中意食呢个，食蛋蛋。拣6年嚟食，啊喺度落，我上几次去都系冇位，所以我今次预先咧 book 咗食喺度落。最简单嘅，渔网唔使放毒，就系偷到你银行嘅 user 咧，阿叔好过咧整坏你部脑。咁系啊，攞咗你嗰啲银行嗰啲，就攞可以捉晒啲钱走，喺度喺度落啊，系咩？唔知我睇你一时时哟，成日都敷嘅喺度落，人品啊！唔犀利，你识嗰啲店长嗰啲啊？佢之前有啲咩勒索软件嘅 Mr. A，嗰个勒索软件都好影响啊！好似唔知影响都咁犀利嘅，啊啲人即系开咗啲咩，跟住又中晒嗰啲，落晒你块，好绝啊！嗰个勒索软件真系。
以前佢好似唔系计几钱位喎，佢系系点个餐嘅？我都睇点咩餐嘅？即系香港啲资料安全顾问公司就叫人哋装防毒，根本就废啊！安得快，顾问资料先系根本问题。安区啲嘢真系犀利啊！啲黐线佬。影得好犀利噶，安得快嗰时候，点解咁成功？影得到全世界嘅电脑啊？因为大部分电脑行 Windows，系啊，安得快呢样嘢系太以前喺 Office 嘅格式入边。中科你真系有冇听过系有啲平台专攻激 Linux 啊？好似大部分都系大镬嘅，都系出 Windows 啊。之前 Windows XP 嗰个部署嗰嚿嘢咧，诶，同埋 WannaCry。一个文件 DOC 个档案入边有一句啊，一开一即启温，温嘅 Visual Basic 就可以中招。有 Linux 导弹好快收皮，虽然有一个 Linux 嘅档，啊佢。有啲蟹刺身啦，有啲蟹膏啦，咁样最特别有呢个啦，可以铁板烧蟹脚。我呢个嗰时想直播唔到，唔知啊，有炸蟹脚，又有个雪糕仔咁样。平均咧每分。每2个钟就更新档，哇咁快啊！不过班网络安全公司叫人哋叫人乜都唔好就冇事，咪应该翻翻去嗰个咩16K 教授啊，唔使装咁多宽频嘅，啊56K 就够啦。open 咩啊？嗰件事已经爆发咗喺300分钟，即刻有更新档。上网唔用，要翻翻原始时代。主力 open software 咧更新嘅速度系快到你唔信，有冇玩过风？你哋个关心呢个有冇玩风俗嘅？其实咧，我据我所知，有啲系好严谨，就限日本人嘅，有啲咧。如果你识啲日文咧，沟通到咧，都会做你生意咁样。但如果你一句日文都讲唔到咧，一句文听唔到，你就讲咗英文咧，佢会直接拒绝你，因为佢唔想麻烦啊，想沟通唔到又好，即系佢惊有啲咩争拗就好麻烦。啲包都好正，好多款吧啊！我中意食呢个炒面面吧。我买咗呢个火腿馅。我记得呢日系睇花。你出浮躁风俗嘅俾人玩，好靓啊！你冇 feel 啊？人都开朗啲，睇到呢个咁靓嘅，人叫人都开心啲。
到重点咩重点啊？我之前睇 Steam 识咗个架仔，佢话去 A 玩完 AV 女友，仲话介绍你去，好贵喎。佢又想知嗰啲 AV 级数咧，啊，10万 yen 到以上喎。系啊，好靓啊，花海。最紧要冇中国人，冇你。而家有边度啊？有边度啊？到依家系俾中国人嘅势力已经入侵晒啦，冇一边度系冇中国人的。系啊，想花。咩正常化？唉，阿几靓，我想讲一次睇啊！今宵一刻啊，值千金。一个讲起日本，你就谂起嗰啲咩飞田新地啊、吉原嗰啲，睇唔切啊！尼摩飞啊，读错佢名啊！尼摩飞来呢？吉川春代子，如果名优女优7000蚊，好贵啦！你讲翻个价嚟，8K，当然唔系你话。嗰啲劲嘅出名女优，系啊，头先嗰个影日本金拱门大啊嘛，哎呀，好大啊，AV 大个，你估流啊？有啲。我啊，你莫非啦？哇，呢个好正啊！因为喺个车站见到，都冇老麦，日本麦。头先喺度，头先收咗张相喺老麦度食咗个猪柳蛋汉堡。成个 oil 掉落去几重款呢个嘢？我就芝士挞嚟，我系咁麻麻地，我唔系好中意食芝士。点解你哋打紧咩机啊？呢排有咩 game 打紧啊？飞空骑士好玩。A 冇介绍错，RDLC 寻神者 game Moose Burger 啊都有 Moose Burger，都唔见有 Moose Burger。睇翻金拱门112，嚟好玩，BGM 又正，故事好惨，寻神者好攰啊，啲人字。国寿咯，台上又出咗啲新嘢，我见到呢张嘢我有买，劲靓呢样嘢。你有假 set 住咧，佢呢啲系一路转一路变色嗰啲嘢。啊，又冇先。嘟嘟嘟嘟嘟。咩第二张？啊！变颜色，变个架就咁样用啦，一路转一路，跟住喺度变色。
20蚊港紙一張，你應該買幾十？10張相手信，買咗幾張呀？真係，你睇到價錢嘅咩？邊度寫價錢？哦，係喎，即係540日圓咯。而家走去瘋狂打波，咩？打咗特過猛，老特其實好難打買曬佢啦，仲有乜諗？佢呢個係頭先食燒肉嗰度。啊，跟住喺度放啲相，倒米咯，有啲人喺度拍像左同右嗰个，哇，个包咁鬼大，佢啲招好易起啊，无缝攻击，格林佐特。啊！復光容器都系难打，好襟玩啊！迷女啊！呢个系咩组合啊？好嗨嗨啊！有冲击波。劲大块牛扒，叶啲牛扒上先，等你哋食，挑你哋食肉。啲攻击好戆居，咁攻击系黄间断嘅。小心！我呢个系食咗两兜牛肉，呢好似沙爹牛肉味咁咯，ASM 啊，跟住仲有个棉花冰，好食啊！棉花冰，我好似丝乐冰咁硬咧，同埋放落口会冻到你麻痹，但系好易入口呢只棉花冰。因为做啤酒节啊，喂，佢左特系冇攻击套路嘅，啲咩俾你睇啊？睇先呢。哎。食几多都冇用啦，行路行咁多路啊，仲消化晒啦，搞埋你当攻击啊，好癫啊！鬼路村，我呢个仲系好玩嘅，我去到冇人嘅，又冻啊！鬼路村温泉咧，佢有个咩模拟江户时代咁嘅村嘅。我睇旅游节目，呢度咧有人迎接噶嘛，呢度空溜溜嘅样，都有啲得意嘅，好似 IQ 题嘅咩。有啲艺术堂咯，几个男人特搭埋一齐啊！有啲游戏一向敌人，我身诶都系武器嘅。
艺术风味。哎，你好似有直播呀？最唔满意啊！呢度啊，身体挡都挡攻击，咁又唔当我咩？都攻击到人，又攞个身嚟撞人咁啊！即系掂到个身就已经扣血。呢度行到个头晕呢度，我呢边忍者屋嗰啲啊，呢度行到好似个水平车啊，啲头晕行呢度，跟住仲要迷宫嗰啲。头先嗰个会摇嘅大桥，我都鬼赶啊！我记得呢日咧，我4点钟起身啊，4点钟起身搭。去6点半嗰个新干线去日光嗰个海老村温泉，跟住再2点零就搭翻车翻去喺紫藤，飞到夜晚啊，飞6点几7点先走。旧设计通常都系咁，不过好玩就算啦。好有追求嘅对游戏嘅，因为有啲技术性先，即系玩落去先有成功感嘅，即系唔同而家啲，而家出咗好多都系嗰啲斩稻草人嗰啲啊，斋揿 cap 掣咁揿冇意思，嗰啲技巧啊咁样，即系你玩到即系可以自己研发到一套玩嘅方法，咁又好有成功感。2D 嘅佳作，明亮好似好似菩提子，好似葡萄咁样掉啲花。好 多嘅坚挞哥喎，嗰啲牛佢包饭嗰啲章鱼烧。啊，Matsuko！哇，呢个系啊，去防灾管理啊，去画风卡通得嚟又不失乐趣。我呢日学咗呢个点用嗰个 AED 机啊！推荐学咗心外核啦，有讲点样用呢、這个啊？头先有人讲过话嗰啲消防嗰啲灭火器有几种啊？呢种系轻便装，嗰种液体同粉末，佢支嘢都系向上掹嘅，有啲唔同。呢个从呢房玩浓烟当下从房间逃出嘅呀，呢个就系俾细路仔耳机啲嘅嗰啲
投篮嘅入嘅 shot 啊，啲手疾啊，佢咁样背投嗰四个字，奥卡西莫第一个我山例，喺投篮嘅时候咧唔好推，因为你推前面嘅人咧，前面就跌低，咁你俾个人棘亲啊嘛会，就叫我山例，卡奇奈。又唔会踩到人啦、啊，诈骗啦，嚟，我喺度倾偈啦又，如果你倾偈就听唔到嗰啲指示同埋呢个好多拉拉，重要嘅嘢咧，通常啲人就想翻去攞重要嘅嘢，就叫佢唔好翻去咁样。啊，呢、這个逃出房间嘅浓烟房咯。我啲本我都买咗呢本嘢，我几欣赏呢个嘢噶，呢条系裤嚟噶，呢个教你点用条裤去接咗个背囊出嚟咁样，呢个就攞个胶袋整穿佢做嗰个纸尿片咁样。即系其他啲教练点接嗰个兜出嚟啊？落气，啊！第二震啊！我呢个都有买呢、這个。嗰、那个孖士啊，佢好似撬开佢个口做，俾你做人工呼吸佢。佢得意只猫，匿埋咗入边。妈咪，我会食呢个 KFC 啊！有 Wendy 啊 ，Wendy 好似卖，即系卖包嘅。差唔多就，我觉得系。可能以前香港仲有 Wendy 啊，一八八盘嗰个年代。炸牛扒，其实睇落好生入边嗰度，我最后都食咗。好多咩？冇啦，嗰个晚餐嚟嗰个，头先咪食咗炸牛扒，即系嗰日食嘅炸牛扒。晏昼食寿司，朝头早食个包啫。我呢个系去猪咖啡嘅，你见到系好轻盈嘅，我食嗰啲嘢。猪，好得意啊！猪，喂。喂 ，Mr. A， 有咩吩咐可以加埋即时翻译啊？等试下佢，呢批好似台湾人嚟啊！加埋你个 credit 啊！又公公食烧猪会谂翻起佢哋。好硬嗰啲毛，我摸过呢啲毛咧，劲硬。
哎呀，我也笑笑一下好了，好笑呀，系咪特登噶？好似想食依家，但系我见写咗芝乸，我即刻冇胃口。呢个芝乸面，唔知咩面嚟嘅呢个，唉，食西餐嗰样，哇，好平喎，50 yen 喎，黐线，我先见。有50 yen 嘅嘢卖啊！草饼定咩啊？可能就系过期。哇！食汉堡排，肉滑面，黐线啊！叫芝拿，叫位仔啊！二杯呀，109好似冇咩嘢行嘅。去咗头先猪，我呢日去咗猪咖啡去二杯呀，去涉谷去下北站，跟住我 Starbucks 叹咗个下午茶，我跟住剪头发，记得。哎，我八字壳啊！我劲靓呢个，你呢个咪呢？啊边个？呢壳，我记得呢壳嚟嘅，呢个粗音。呢个神明掣嚟啊！但系最好一日去埋丰洲市场，好咩睇啊！反而佢变咗咁现代化，嗰好似即系以前嗰个好啲，以前嗰个竹竹地个，依家纯粹去食寿司啊！如果你有兴趣，想睇人哋宴托，睇人哋嗰啲，如果买间都收，就要早少少去。因为一般朝头早去食寿司嘅，你手细，能做肠子啊，我肠子鱼 B 啊。咗几多钱？total 你讲咁干身嘅，你讲寿司啊？干身咩？10零万 yen 到咯，但系有啲系帮我 friend 买嘅，即系你买嗰啲嘢咧。我先使咁多钱，一般你见到同埋食好多嘢啫嘛。早午晚餐三小时，我哋都 skip 咗呢个，头先食过下午茶多嘅，晏昼咁样，系啊，差唔多。但嗰啲钱我都系使朋友嗰啲要嘅嘢嘅地方咯，都系买唔知咩袋啊，买嗰啲 game 啊之类。我呢个跟进又差唔多时间可以睇嗰个杨紫荆花嘅，我喺咗个残鸭地藏商店街，佢个庙都好得意，佢呢个庙系我先见系烧香啊，普通常啲冇好少烧香嘅，同埋有个。呢个系拜观音噶，见到人喺度，
咩抹个观音喎、啊？几得意啊！红色嘅底裤，有令和牌嘅底裤。我呢度几好，有啲小学生，啲老师带住小学生去执垃圾咁样。啲中华料理平均都好抵食嗰啲，呢个 set 相对都比较平。哦，好啦，翻屋企完，唉，咁攰成日睇呢套嘢，呢套咩？写乜鬼啊？个名原料七夕嘅旅程，你应该讲咩先？我都是听过啊，呢个个哪里嘛？有咩啲阿鲁尤尼？呢个系。sticker 啲贴纸再加个 folder 仲有本书嘅，呢个系720 yen，有个都好难搵嗰啲令和嘅商品啊！我谂住特登去搵下有冇啲令和商品卖，好似好难搵啊！有啲贴纸啊！令我，我本书啊，日本超和平盛，阿基沙 couple。我讲。近期嗰啲年号啊，呢啲讲历史噶啦，我都未睇过呢本书，我翻嚟系咁执嘢。哦，年号嗰啲资料列晒出嚟。多啲啊！有 Coco 同埋阿 Amy 啊，神田明星，你好唔好咧？Coco，呢个神仙系专出嗰啲动漫嘢，有个阿婶直播 cosplay，因为有本，我今次买咗本嘢。唔知你去日本有冇留意？日本咧有呢啲叫咩啊？朱印章嘅朱印章咧系主要爱嚟咧俾啲有啲虔诚嘅，即系入就系拜神啊啲人啊，即系做晒所有嘢啦，即系咩掉个钱落钱箱啊，啲拍手啊、鞠躬啊嗰啲，咁做晒嗰啲嘢啦，跟住。咁咧，佢哋居住攞自己有本嘢嘅，咁啊去嗰、那个Kids K 嗰度咧，叫嗰个神职人员帮你即系写翻嗰个写翻啲资料落去咁样，咁大概咁样嘅，本嘢咁样开，可以我打唔开啊，咁样开。咁埋咗先，哎呀，咁样，有个嗱，有令和几月几日，即系个神社嘅名啦，有个印咁样嘅，即系证明你去嗰度参拜咗咁样，嗰啲反应好多疑问嘅，我可以俾你吸满晒啦。即系会去一个神社吸一个，都话嗰个话掉你话，
ました。皆さん、おやすみなさい。今日の映画、万歳！今天の映画、万歳！今、我用手头。映画、万歳！またねー。バイバーイ。